先查清楚，你妈妈说哇，最美的这条路太棒了，这比冬季恋歌还是秋冬季恋歌秋季日喀则，要晓得西藏的精油就是这段时间哦，就这个时间漂亮了、哦、啊，最漂亮就是这段时间。哇，太幸运了，连那个老师傅都这么说，特别我们绕了过来走的这条路。老师，你有注意的。这我回去铺上去，你们都变名人了。如果再放一些背景音乐，再听看看，快点，老师傅啊，我在，可以音乐吗？对，我这样。哦。这样超级有那个西藏的 feel， 你看，哇 ！Like some music has sun with the fun of Tibet， 我要去西藏，我要去西藏，今天森林凉茫茫。啊、哦，虽然路况呢不是很平稳，但是应该是这样。哎呀，你随便掉款吧，这算什么字啊？没有拍到了会很可惜哦，拍到的话真的是好啊。这是什么叫做秋风扫落叶？真的让你们体会了啊。一个球是一个火车站的，火车站修的好漂亮。